要做什么料理？杏鲍菇炒肉丝。好，先煸杏鲍菇，让它水出掉。鲍菇好了，再把它盛起来。好，再过来，先用倒一点油炒肉丝，先把肉丝炒熟。肉丝炒了熟以后，先放蒜头、葱、黄椒、青黄椒都把它摆下去，这样再把炒好的杏鲍菇放下去，再加一点蚝油，把它拌均匀，再加一点糖，好了，可以起锅了。杏鲍菇炒肉丝完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料理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